及意大利其乐无穷，中国龙五倍惊喜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大熊。最近我的运气特别好，于是乎我就买了10张5块钱的彩票。哎，我希望我能够在运气好的基础之上再锦上添花，再给我中点小奖，50块钱中个80块钱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。虽然我买过这种中国龙，一共有6次中奖机会，玩法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个中奖方法跟底下的任何一个数字相同的话，就会得到相应的金额。来刮，6061111414，好，完了，这张报废了。没有，快记住，中奖是吗？0606，先看奖金，先看奖金有多少？5块的，200的，5000的，500的，100的。哎，这个如果能中的话，估计就中100了。有点不太看好的，哎，5块没有中，那可能就中100了。又没有，这谁买的彩票啊？怎么这么运气不好？09909，哎，09，中了，中了，终于中了，1/3的几率啊，先把这奖金给刮。20，10块，哇，这个10万。也就5块，换这个大吉大利啊！最高奖金20万，奖金20万，怎么可能有20万？如果出现3个奖金相同的，没有，还有机会。这边，哎，还出现一个窗户，包窗，栗子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相同的就可以，又没了。那这3个都不相同，我开始思考，我觉得这个彩票比那个敲金蛋什么的都难。奖金一样的，500，哎，再来个500，那么就500块了，毛都没有，又不一样。看那个，先看图案，有没有一样的？那个浮角的，浮角的好啊，25已经挂掉了，才中了5块，金额大的就容易中奖，小的就不容易中奖，莫非是这样的？这也很简单，七可以变，可以当任何的数值，我们先直接刮一个。哦，3个一样的，那么也是可以。这个100中一个100就可以了，我都不贪心，这个10万我就不要了，我只要中这100。哦，我现在有点心寒，对于中国福利彩票我有点心寒。哇，中了，但是只有5块。那回了5块，30块钱中了10块，这个中奖率1/3啊。那再来一消，不一样，先把这奖金刮了。哎，2个钻石，如果有了的话，不用想如果了，因为已经没有了。前面7张只中了一个10块，也就是说35块钱中10块。我一开始我以为第一下就中了嘛。对，如果中的话，那中了1000块，我们先刮这个2个钻石，有机会，大大的机会。啊，把这个7亿钻石，皇冠的7，哇，我与5000块钱擦肩而过。啊，这一排差那个7，61就没中。20块钱回本20，那你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我不能退，因为我相信我的运气。零七，0007，詹姆斯邦德007没有。啊，还有最后5块钱的机会了。搞，13，先把奖金刮出来，这是万年不变的道理。然后有目标性的去。那首先这1000块，这有这么多机会，我们就先来看这个1000块。1000块中了，我们今天就保本了。为什么要说保本而不是赚了？因为我心已经受伤了。我觉得还是不中。啊，中了！1333，1333。就差一点点，16，31，哎，13，好吧，也就5块。这个彩票设计人员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抠门，特别抠门。5块的就不能中1000吗？5块的就不能中50吗？好了，很伤心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觉得我运气特别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彩票不是我自己亲手去买的，如果是我亲手去买的，那我觉得今天肯定就不会亏了。哎，手托飞了啥？好吧，我总结一下，我今天是花了50块钱，然后中了15块钱，也就是亏了35。其实我不是亏35，而是我做了35块钱的福利事业。OK， 那么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赞评论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